垒上跑者又走了，这个球哇打穿了一个右半边的防线，提前起跑的跑者这时候是上三垒，所以他们打右半边真的是练得没错独到，这绝对不是巧合了。今天他的三支安打全部打到右半边。中华队这时候看起来是要换人，郭泰仁总教练自己出来。哇，这个球是打穿了一二垒之间。